走走走，去呀姐！现在这些小兵啊，真灵光。刘大叔，哎，我们部队大吧？真大。哎，那边是操场，那边是食堂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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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。哎，刘大叔，您这伤恢复的还真快。 哎呀，医生说了，有两条啊。这第一条呢，抢救的及时；第二条啊，多亏你大叔啊，是干活的出神，底子好啊，身体棒。还是您运气好，那天多选呢。是，俺的运气是太好了。 运气要是不好的话，哪能遇着你呢？您看，您又提这事儿。黄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爸呀醒了之后，天天念叨你，一天念叨20几遍呢。小事儿，真是小事儿，不至于。哎，你们是怎么找着我的？哎呀，我差点给忘了。嘿嘿。 黄大哥，那天你走的急，把他给落下了。黄大哥，我就是通过这个视频阵找到你的。给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几天我正找着呢，想着这万一要是丢了，我还得写报告，弄不好还得做检查呢。谢谢你了，小秦姑娘。哦，还有这衣服，上面染了好多血。 给你洗干净了。是，多不好意思啊！小秦姑娘，谢谢你了。你又跟我客气，你是我爹的救命恩人，就是我的恩人，我给你洗洗衣服，有啥大不了的吗？那我就，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小秦啊，你我呀，去看看工人们啊，跟他们聊聊天儿，怕他们着急了。小秦，你在这儿呢，跟黄大哥多聊会天儿啊，不用着急啊。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哎，爹，刘大叔，不，你们聊吧啊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聊啊。 那走吧。啊，黄大哥，你们这军营可真大。啊，挺大。刚来的时候总迷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特别不记路。新兵刚下部队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下了哨，半路上闹肚子，可是就是找不着回宿舍的路。 要不是碰着我们连长，那可就惨了。你笑什么？真事儿？黄大哥，你当兵几年了？5年了。那你还要当几年兵呀？怎么说呢？我还真没想过，原来想着转业来着，可是现在不想了。 我觉得当兵挺好的，我就喜欢穿军装的男人，多可靠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一回我一定是个好女婿啊，娶到手了。你们也给我好好表现啊，将来我给你们一定娶个漂亮媳妇。 行吧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走。黄大哥，啊，要不你就送到这儿吧。啊？哦，好。小秦，哎，那你慢走，我回去训练了。啊，好。
小琴，还有事儿吗？给，你看你头上都是汗，给擦擦。哎，小琴，你的手绢。 给你请个假，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啥的。相思不是病，俺是怕你抑郁了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只是在回味甜蜜而已。你真爱上小姐了？ 爱上了对方，同时也被对方爱上，确切地说，叫一见钟情。你爱上了他，俺信。但他爱不爱你，俺是没见着。当然，我忘不了他离我而去时的眼神，那灼热的目光，足可以融化一切。即使再冰冷的心，也会在那一刻。 燃起熊熊的火焰，手绢也可以证明。那他多大了？家住哪儿？他现在住哪儿？不是，总得有个联系方式吧？哎，干嘛？哎，宝贝，宝贝。 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算你多嘴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行吗？啊，宝贝，你千万别担心啊！俺觉得吧，爱情它是讲究缘分的，是不是？你俩要是有缘分，那肯定会再见的。一定，必须一定，乐观，一定乐观，必须乐观。那咱吃饭去吧。 没吃饭吗？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，是吗？那可不咋的，你要再不吃饭，俺就受不了了。俺为了陪你，俺一天也没吃没喝了。那赶紧的呀，饿坏了，小琴会心疼我的。这，哎哎，等等等等我呀你。